系嚟到广州，咁有一间咁大嘅房，仲有咁多朋友喺度啊，咁梗系搵啲嘢玩啦。玩最近咧好流行嘅狼人，咁其实个玩法同 Q 娜一样啦。咁呢度有好多狼喺度啦。你边一种边一个品种嘅狼啊？大狼。你个名好流啊，可唔可以威猛啲啊 ？Anyway， 系啦，呢度有好多卡啦。咁如果大家玩过嘅朋友都知道啦。唔好讲咁多啦。游戏开始，各位请息怒，不专业新手狼人赛现在开始。好，请大家确定好身份之后，将你张牌推出正中间。系啊。好，片刻，大家请眯埋眼。首先，狼人开眼，认下对方系边一个。你今晚想杀边一个咧？决唔决定到？系佢？好，狼人请眯埋眼，女巫请开眼。今晚佢俾人杀咗，你要唔要救佢？定系你想用毒药毒一个人？但佢衰，买啲嘢食，买啲嘢食，再炸咗佢。好，女巫，请眯埋眼。预言家，请开眼。今晚你想查验边一个咧？预言家，请眯埋眼。好，天光啦，大家可以开眼。今晚系冇人死嘅。好嘢喎，杀人又冇声喎。跟住三个狼，三个。嗯。今铺是三个狼，破狼。何仔签名添啊？你求其签得噶啦，你求其签啦。我老豆真系唔出声。都系。啱啱嗰铺嘅结论啊，眯埋咗只眼啦。但我觉得你有啲嘈。下一个到你讲。头先好静啊，我净系听到思怡同我讲嘢，即系讲嘢嗰阵系向住我个方向嘅。嗯，系有可疑呢样嘢。嗯，我觉得。呢邊佢同埋佢都有啲懷疑嘅。邊個佢？邊個佢？佢係林 Harry 同埋豪仔，因為頭先豪仔攞張卡嘅時候就，係咪？廢。同埋咧，其實唔係廢嘅，我可以。我要講一句，我可以死下一鋪，但係因為我又係預言家，然之後我係查理，而佢係狼人。哦，佢系铁狼，一定系狼人。但可以呢啲嘅，可以杀我嘅，我无所谓。但我帮你哋杀杀咗佢，我系医生。伟大。我唔知点解，我都觉得系呢边嘅，因为我都系听啲声喺呢边嚟。尤其是 Kit 问狼第一个狼人，我听到佢系问呢一边嘅，所以我都觉得系。无论边度问啦。唔系，我听到嗰个 sound wave 系向住呢一个方向。呢边。呢边。所以我都觉得系豪仔嘅。我覺得啫，好唔怕噶。第一彎冇咩講，我真冇嘢講 ，pass。講 too early， pass。你需要我怎麼解 ？Christy 個人品係點咧？即係佢可唔可信咧？我人生得高，即係佢又咁好彩，兩次都抽中，兩次都做阿凡達，唔該你。系啦，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咁，其他冇嘢知道。投唔投票？咁今晚大家你哋选择投票定系弃票，自己可以选择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第二晚，大家请眯埋眼。到咗呢晚，狼人再出现，你哋今晚想杀边一个呢？狼人，请选择。狼人，请眯埋眼。女巫，请你打开眼。今晚你的毒药用定唔用呢？女巫，请眯埋眼。预言家，请开眼。你今晚想查边一个呢？
預言家請眯埋眼，天光大家可以起身啦。今晚 Harry 被人殺咗。OK OK， 好，今晚開始。呢、這個遊戲真係讓人安靜。我都爆咗自己預言家啦。我 check 咗 Terry 嘅，佢係好人嚟嘅，即係我哋入邊仲有一隻狼。跟但係我冇其他投訴。Pass。我就覺得佢講好多嘢，但其實佢好似唔好識玩。Pass。我頭先都有懷疑阿 Terry 係，但係佢又死咗。真係唔知嘅，簡單啲即係懷疑咗咯。係，係咯，兩個一兩個跟住懷疑嘅啫。繼續，咁我諗法同麥仔係好似嘅。你未瓜咗？未啊，未啊，得佢兩個瓜咗啫嘛。哦，係啦，因為 Terry 頭先係幫口嘅，咁但係都唔係證明我一定係狼。死咗㗎啦！鬼鬼。真係。Pass 啊，好少。Information 預言家說了自己是預言家，但沒有被人殺，還有我認得其中一張牌，誰是狼？所以我已經 bypass 了那個肯定是那個，但是 我還要找多起碼一個，但預言家說了自己是預言家，但沒有被人殺，我不相信可以呃三層啩 ？Pass。我覺得如果佢唔使預言家，係去掩飾，即係被殺嗰個唔係狼人。係咯，好似好好深喎呢個。即係之前，但係佢明喎，佢點頭喎，即係佢話如果嗰個即係好，你講，即係個狼其實特登唔殺佢住去掩飾。佢留翻，特登留佢，留翻有嫌疑嘅人喺度。嗯，唔緊要啦 ，It's a next level。你沉澱一下先。我諗住眯埋眼下一晚。好，我懷疑啫嘛。嗯。咁 Christy 應該真係係咩嚟嘅？佢人品係唔錯嘅。咁咧，因為我咧，我你曬。可以，可以。殺咗個人。大家好好嘅咧，我咧就覺得一係咧就係 K 媽，一係就係阿的。咁而阿的啦，反手。我又要靚仔，係咯。佢唔會，佢唔可以 keep 住噶嘛。咁但係會死噶嘛？唔係咁，但係我因為佢係黑，因為佢係黑人，係咪都死嘅？呢一鋪大家會唔會投票咧？準備三二一，好，今晚冇事發生，大家請眯埋眼。狼人請開眼，今晚你哋要殺嘅對象。好，狼人。请眯埋眼，女巫请开眼。今晚你会唔会毒杀一个人呢 ？Nope。女巫请眯埋眼，预言家请开眼。你要查边一个咧？预言家请眯埋眼，天光啦，都死咗啦。我查多咗个人啦，我查咗一定嘅，一定系好人嚟嘅。我講錯咗嘅頭先，阿 B 我指錯咗嘅，所以仲有一隻狼，兩個好人狼，仲有一隻狼。我哋今鋪係有三隻狼。唔係，但係有機會第一隻。我啱啱想講。三個狼，三個。嗯。哎呀，個狼啊！我覺得你係。好，系咁多啦，咪好 K 妈先开始。我觉得咧，而家啲牌聚晒喺最对面咧，我呢边好冇安全感，我你千祈唔好咁快死。好，
佢死咗。死咗啦！表白嚟噶，你千祈唔好咁快死啊！我真以為你未死啊？你出埋出門啦！你堅持我。我過而家，冇嘢講。OK， 好，好。冇咩講，而家剩翻二四八張，二四六八張牌，咁仲有兩個人，好，我都冇嘢講。提醒大家啲。OK，thank you。你呢下有功能嗰個人，考慮一下，有一個好明顯。但有功能嗰個人應該係做嘢噶，如果佢未死嘅話，點解講嘢咁難聽？因為你唔係佢，你冇帶領到佢個高度咯。只要你肯努力，遲早有一日你可以達到我今日高度。如果佢要殺我嘅話，如果今晚我死嘅話，我會幫到佢噶啦。我都認為有一個人幾明顯嘅，咁啊，好。係咁多，因為咁樣咧，就算咧嗰個人做咗嘢殺錯咗咧，我咧唔使負責任。咁又可以今年一咁樣嘛，係咁啦，好勁。好，咁今晚大家會唔會投票投一個人出去咧？三，二，咩啊？人衝出嚟，鬼魂啊！鬼魂啊！回來來啊！全部棄票。唔係冇得講啊！咩啊？西伯撳錯掣，我肯定。西伯喺度。你肯定喎，但係。係咪人生日？係啊，我有保留啊。係啊。唔係，但係嗰下係勁嘅，嗰下勁，因為真係好黑。唔係都幾耐啊！係啊，係好耐。周柏文坐喺度喎，仲未唱歌嘅，或者仲未攞個大獎。邊個啊？我係邊個？我坐唔到耐㗎。邊個你叫頭先？係咪周柏文？唔係啊，周柏文喺度啊！食緊嘢。點解冇得識嘅？灯光突然熄灭，原因尚未查出，其实有点恐怖。我話俾你聽，直頭會，肯定係佢。好啦，我走啦，咁。好，好嚟，好，大家請匿埋。狼人請開眼。好，今晚你要殺邊一個咧？好，狼人請眯埋眼。女巫請你開眼。今晚你會唔會毒殺一個對象？Nope。 女巫，请眯埋眼。预言家，请开眼。今晚你想查边一个对象？预言家，眯埋眼。天光啦。今晚系。就係覺得 pass 啊 ，pass。可以走啦。嘅發表就係、是、其實我都幾唔著數，因為個節目就係我嘅，咁個啲人就唔撐我，搞到我年紀越嚟越大。點解你就唔殺你啊？即係可能想佢留耐啲咁樣咯。我純粹覺得佢哋驚。係啊，好驚，好驚啊！好 pass， 我心裏邊有一個嘅，有一個人真係完全冇頭水喎，點會？一分都打唔 OK， pass 先。我都係覺得有一個人好懷疑，因為有講過我啲 strategy 似係切合㗎，我覺得。咁要投票啦！你可以講，你可以引導大家，你可以引導大家去投佢嘅。就咁先。
純粹估計覺得是華仔的了。我想如果今晚我死，平民就會大機會跌，所以如果我今晚不死，就證明我說得對，因為他殺我都沒用。阿達，你信我，信我啊，信什麼吧。那今晚有沒有一個想投的人可以想好了？準備三二一。哇，你是指我還是他？三票華仔。我先是啦。 OK， 你有遺言？我有遺言的。你有遺言可以表明身份的嗎？可以啊，隨便你。我是女巫來的，那開頭第一關我救。那呢，我剛才一直在想，因為我也不確定哪一個是王，所以我一直都不用毒藥費殺錯女巫。但我到目前呢，其實我都是想不到是哪一個，真是天。我告了第一波是王，那 Jackie 是明白，所以呢咁就剩翻落嚟嘅，大家就諗下。除咗 Jackie 之外咧，仲有四個人。OK， 咁我講咗。你可以講埋我唔係噶嘛，因為我知佢哋，睇下經唔經。係我最壞啊你！我最壞啊你！好，好啦，大家眯埋眼啦，大家眯埋眼啦。狼人請開眼，今晚你要殺邊一個咧？好，狼人请眯埋眼，女巫请开眼，女巫，你今晚会唔会用你嘅毒药咧？女巫请眯埋眼，预言家请开眼，今晚你要查嘅对象系边个？好，预言家请眯埋眼，天光，今晚系八号死咗。正路啊，系啊，正路，好正路啊，好正路，好正路。有乜理由抽唔中咧？我想做下狼，听日有机会再玩。周国豪系咩？平民咯，平民。呢游戏啊，其实我系啊，好恐怖，但系咧越玩咧夜晚啫，越精神，因为要用脑啊嘛。用完腦咧就非常之肚餓，食嘢啦！下次有機會同你哋玩，拜拜。